个波而家喺美斯度，可以解围啊！好嘢，一失咗啊，即刻攞得翻。马车路，史摩宁，山拿。错下传得起跳啦！呢球波再嚟多次，咁都唔使失，真系有运啦吓！有冇机会呢？虽然就唔入啫，不过咁勤力都抵赞啦，系咪？呢啲波咪靓咯，难度好高噶，虽然唔入都抵赞嘅。个笼直头送个大礼俾对手啊！保罗大班啊，雷斯个企位企得好啊！摩西斯、华伦西亚向侧翼传球，斯朗拿度有机会，哇！准备要射啦，入波啊！我谂冇咩人谂住佢会咁样踢法嘅，真系犀利啊！自己带个波，仲要入埋波，对手一啲都估唔到。僵局打破咗，而家比数系1-0。好似佢呢啲咁出色嘅球员啦，无论喺边支球队啊，都好似漆黑中嘅萤火虫一样，入波梗系靠佢啦。伊巴谦莫域做下 Colly 先，伊巴谦莫域攞到波啊！伊巴谦莫域将个波分去边啊？史摩宁抢走咗呢一个龙门球，史摩宁好快咁向前传，伊巴谦莫域，伊巴谦莫域整脚直线，山啊！域陀摩西斯、华伦西亚一下横传，咦？防线有个漏洞喎！马迪防线守得好啊，根本就冇机会。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，山啊！结果就系冇结果啦。马迪，睇下边个队友可以接应，系都唔俾你过啊！系界外球啦，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！传翻俾龙门先，由头组织过，守门员大脚斩出去，俾啲压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个波先。个波真系要比好啲，却奥斯、马歇路、马歇路，试下扼埋去啦，比斯有个角球机会，呢个是界外球，个波飞咗出嚟，边个会追到先？马歇路，马歇路斩中，挡咗呢球波。山拿。山拿，谢拉特呢脚比得唔错啊！山拿冇法子能够攻门，马德里立翻个波啊，再嚟多次，伊巴谦莫域，
好，我哋嚟到半场嘅休息时间，两队只系相差一球啫。其实领先嘅都未算稳阵啦，落后嘅都唔系冇得追噶。我谂球员同埋球迷咧都好满意而家呢个比数嘅，问题就系可唔可以 keep 到完场嘅啫。马德里攞到今场暂时唯一一个入波，场波依然系好紧张噶。嚟到下半场啦，今次得唔得啊？我呢球波都有睇头噶。呢啲波咪嘥料咯，系难度好高啊，但系唔入啊，有咩用？华伦西亚睇得好通透，截走呢球波啦，向住侧翼传出，马塞路挡住咗球波。直接长传，佢越咗位啦！哇，呢个直线咧冇人估得到啊！不过旁正啊睇得好清楚，原来越位。却奥斯截走咗个波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山啊，脚法好好喎。太大力出了界啊！一下铲波，个波甩咗出嚟。斯朗拿度，普巴向前传出，有机会反击啦！保罗大班啊！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呢个直线靓啊！伊巴谦莫域浪高呢个波突破咗啦！呢个突破靓啊！诶，有冇入啊？呢球劲啊！不过龙门冇瞌眼瞓啊，救得好，冇得弹嗰只啊！哇！呢个门将反应真系快过只猫。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留？喂，餐屎啊！食唔应啊！防守嗰边松口气啦，咁远射埋去，龙门惊都未惊过啦。场边有动静喎，系啦，准备换人啦。文迪苏杰入嚟之后应该多啲睇头啦，因为佢跑得好快嘅。华拉尼、美斯、美斯、谢拉特，呢个波抢得唔错啊！亚历士深度将个波啊分去边？侧翼走位，传波弹咗出底线，角球嚟嘅，头槌顶埋去，救得好啊！真系唔嘢少啊！呢个龙门抵加人工俾佢啦。华伦西亚好够警觉性啊！索斯。讲得好，啱啦！呢个情况应该要咁做嘅。嚟到呢个时候啊，基本上要夹硬嚟噶啦。冇错啊！插水式头槌，好吧。
塞路喂脚直线截走个波啦，想要个波，个波又嚟唔到。普巴整脚直线，斯朗拿度个波甩咗出嚟啦。马塞路、马迪、雷斯好快咁向前传。巧妙的传球啊，斯朗拿度这个时候不可以这么保守的了，是时候拱多些人去前面攻啦。马德里决定做最后一次换人，马德里一次过换两个人啊！呢个换人都相当破釜沉舟啊！却奥斯，传波，头先真系牙烟啊！嗱，班后防冇乜压力啦，所以可以压前啲啦。不过一失咗波就有呢啲危险啦。呢啲咁嘅传波真系激死队友啊！马塞路试下呃埋去啦，大班啊试下接应啦，哇！我谂佢哋都吓餐死啊！呢个波点解唔入咧？就即系我都唔知道，不过总之就冇入到啦吓。哇！球迷睇到呢個款都應該幾激氣啊，冇乜時間剩啦，但球隊仲係過唔到半場。亞力士失度，直接長傳。時間係越嚟越少啦，佢哋要快啲諗下點樣將個波咧係放入禁區裏邊啦。完场啦！马德里凭住唯一一个入波赢波，无论过程系点啦，总之结果先系最重要，赢就系赢啦，比数系1-0。你唔好理，赢一球又系赢，赢十球又系赢嘅，佢哋能够领先之后死守到完场，抵赞啦！好多谢 Keyman， 我哋祝各位晚安。